在船上生活工作还能够适应吗？还可以，只是工作上还有些部分不太上手。那你要加油哦，我们保卫国家，船上也是我们的家。又来了，是你头痛吗？到底什么时候才要结束啊？但是啊，我讲那么多，还是要尊重你自己的决定，毕竟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一起航向伟大的航道吧。父亲。